Islamic Bank 是很紧的，最近很多外国银行啊，都唔掂啊，一个接一个倒了啊，世界经济完蛋了咯，大家的钱全部都输水了。谁跟你讲的？有人在公园拍的。有一家银行 steady 的，他们的 style 啊，跟其他的 commercial bank 啊不一样的。是啦，利息又好过他们。最近不是很常讲什么人民的力量，我叫银行就是人民的 power 咯。什么人民 power 不 power？ 钱稳稳放在银行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华人可以申请吗？所以讲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懂得什么叫做 globalization 吗？你去台湾这样久，你去那钱没有？没有哎。这样你还不赶紧去申请？我们全部有靠了。不过嘞？不过什么？讲啦！要波动的。波动什么？那个啦。 你们不要嫌我啦！我们三个都不动了，才可以变 member。为了你的未来，你一定要牺牲一下的。哎妈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呢。 Finish Leo. Okay, finish. Then your ayah what? I forgot to tell you, don't wear tight jeans, Kamala. Hello， 那个银行要怎样知道我们已经波动了？它后面是有房间可以 check 的是吧？谁叫他空给你 check？ 自己去 photo check 自己啊？啊，要几张？Foto rambut cukup lah. Yang lain tak payah potong punya.